天官告急，匈奴又来进犯，谁能替我出战呢？ 大王，末将愿为大王出战。好，你有什么本领啊？大王，大王，末将自幼练习武功。耍得一手好戟。好，耍给本王看看。 大王，末将的戟有一神奇之处。大王，末将的戟也有一神奇之处，可以一分为二。大王，末将的戟有一神奇之处。 可以一分为二，一手抵挡，一手攻击，大王，末将的戟还有一神奇之处，可以合二为一。<笑> 末将的戟，还有一神奇之处，可以合二为一。 钻不进去，哈！嗯，既然将军决定出战，那本王就把这把宝剑赐予你。谢谢大王，谢谢大王。果然是把好剑。 将军，这是一把子母剑。摆错了吧？大王，大王，大王。 我知道你的字幕键是什么用意。一手为士兵们表演吞剑。吞剑！嗯，好。将军够威猛。既然将军决定出战，那我就让将军跟家眷们再见一面吧。谢谢大王。 谢谢大王，将军，将军，夫人，这一行路途遥远，
这一行路途遥远，先吃个橘子吧，先吃个橘子吧。好，好。来，我给你去皮。来，我给你去皮。不必那么麻烦。哎，不必那么麻烦。末将征战多年，早已肚子很饿。将军，好。将军，好。我这还有一个苹果，我这还有一个苹果，一个苹果，苹果。我咬一口，你咬一口，我咬一口，你咬一口。我会好好珍藏的，我会好好珍藏的。似乎已经没有可找的新招了，看来只好我们都爱笑，由开学不演曾志林，曾志林冠名播出。似乎已经没有可找的新招了，看来只好我咬一口，你咬一口。还是我吃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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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还是要擦一下。领兵打仗少不了战袍啊，本王再送你一套战袍，上战场之后它能让你更加威猛。谢谢大王。谢谢大王。将军，我来帮你把盔甲脱了吧。将军，我来帮你把盔甲脱了吧。好，好。
将军，我来帮你把战袍换上。将军，我来帮你把战袍换上。来，将军，我帮您。将军，将军，我要把衣架拿出来了，我要把木棍拿出来了。慢一点，有时候木棍会戳伤人。好的，请。嗯嗯，是不是错边了？可能你要看一下。嗯，不行啊，将军。将军，一路平安。将军，一路平安。嗯。再见了，夫人。再见了，夫人。再见了。再见了，夫人。哎，将军如此威猛，本王再送你一杯送行酒吧。来，就在下面。这杯酒，这杯酒，敬大王，敬大王。喝了这杯酒，将军上阵杀敌要多加小心呢。是大王。是大王。末将去也。末将去也。等等，将军，墙上还挂有一把千利神弓，把它带上吧。上了战场之后，他一定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好。真是一把好弓啊，真是一把好弓啊。大王，大王，末将持械再来取。末将持械再来取。什么？末将晚一点过来拿来。哦。末将晚一点过来拿。报邻国来使前来求见。听说将军要出征。我们大王特意派我传授一套武功给将军，助您一臂之力。谢过你们大王，将军，跟他们学习这套武功吧。好，好。将军请。将军请。将军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
将军准备好了吗？也许不够，并不够，让您的身体滑过。那都不重要。那都，哥。感觉怎么样？非常舒服。请将军，请把你的双手轻轻抚在我的腰间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极了。将军，请把你的双手放在我的腰间，请把你的双手放在我的腰间。加油！来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、二，真的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、二，哎呀！哎呀，其实我特别喜欢你的手。这就是爱。